六合彩搞珠兩個幾禮拜之後恢復。馬會話恢復搞珠初期，每個禮拜只會搞珠一次，頭三期分別喺今個月嘅24號、29號同埋下個月8號。為避免顧客聚集投注站，只會接受網上同電話投注。馬會話，如果疫情持續穩定，將會喺今年第四季恢復喺投注站售賣六合彩彩票。